苦了。今天前来参加参观在花树基地有原安顺市政协副主席、现任安顺市留学会会长杨志峰同志，贵州林丘学院教授王林同志，现任的副主任习志敏同志，现任民政府副县长潘新龙同志，西县区民政局局长熊开霞同志，县民政局局长卢泽光同志。有幸邀请到贵州省劳动市报社长李鲁竹同志，安顺留学协会新人县留学协会会长杨昌龙同志，关林大同科技公司李林同志，更有幸邀请到美国老挝广西云南文山四川新闻邮局同胞以及上官镇党委政府办事成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下面我们用掌声有请上官镇党委书记何新伟同志致欢迎词，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十五年新春佳节，迎来了我们上官镇上岸村一年我政府全程今天花市节活动。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辛劳不怕山高不远，去山也会前来观看市场活动。在此，我已代表上官镇党委、上官镇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北方看市场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为他们主持本次活动，去了早晨的时间，以中共关林子协会、关林子协会的政府、协会宪法部、民政局、会管局等县市相关部门以及关林。要求协会，要求各会，要求衷心的感谢，要求明天花时间，我们要求不断的战斗进步，是要求不断的提升和发扬中国要求创造目标，共赴美好未来的有效成绩。是我们要求明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实力才是向上。当力量要求不给我，要求发挥我，能大行不难，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团结四方朋友，展示要求中国的文化底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际上面，政府的这个领导下，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势下，充分发挥要求同胞的聪明才智，技术办好要求民间花时间活动，共努力共和活动队友为。继承、弘扬、宣传、发展要求文化，奉献我们美好的家园，做出你们应有的贡献。最后，为本次活动做出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本次要求花时间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下面我们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潘新龙同志讲话，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受县人民政府党开化县政府委托，今天有幸来参加我们上官镇向人村有助的花树节，感到非常高兴。
法的，同时我们管理学培分析培的我出生的人马市场和这个系列的这个整个是协会现在有经济的建设有大钱不是基础钱我我们招募妇女钱还有不了安排的系列什么意思我们我们出关系奋斗的我们这个还是祝我们的这个技术配合西人研发的这个情况以民主参加自治会的代表在管理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健康好了谢谢大家下面请也安顺市政协副主席现任安顺市留学会会长杨志福宣布留学何书记掌声有请我宣布2010年光明自治县苗族
地却被夺亡，被蒙了罩一道道啊，被罩着一道道哎，街道那道嘛，勾家街呢，哎巷那巷嘛，勾家罩嘛，被蒙了门哎，当阿罩一当多呢。知道那阿弥阿那中的他别多望，被梦鸟着一道道啊，鸟着一道道哎，毛多该飞啊，灯着毛，当多爱熬下来的，被梦落泪你。阿江你都老说了吗？
侯说，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芦笙的声音，传说是苗人始祖母的声音，它悦耳动听。如果我找不到你们，一定到芦笙舞的现场，就一定可以把你们找到。进去了，有请被整定打的大朋友还打起台咯。Oh,
야그매러시아두구루디녀루네나여자하도까두나영웅창두영리가난라구야제증원내真的不敢相信文博真的会说苗语，来这里站一下。那我想问一下文博，在家里面都说过苗语吗？我们这种发音的苗语。是啊。又来一句。你说在美国还是在哪里？在美国也是，在中国也是。哦，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一般都会说苗语。还是说苗语的。那跟大家作为一个竞争，用苗语打一下招呼，过一下，我问一下过年好，怎么说？过年好。哦。那加荣不荣？那加荣。那加荣。感兴趣，作为男士，我很感兴趣，你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夫妇呢？大家想知道吗？哎，那么远的美国和这么远的中国，广西文明。原来在美国学苗文的时候，就听说中国也有好多好多苗族，所以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去有苗族的地方，我认识他哥哥，跟他哥哥成为朋友，后来就知道认识他就会认识他，后来我们就这样了。缘分真的是缘分。那后来文博觉得我们的苗族怎么样，我们的苗族女孩怎么样，我们的李女女士好吗？苗族姑娘非常好啊。那么多的苗族姑娘都好吗？应该是都好啊。好的，感谢文博的评价，感谢。可能就是，我想问的是，李林女士，就是你跟
我们的文博先生接触的时候，家庭是不是有很大的反对呢？没有。没有，我想也是应该没有，因为我们的文博虽然来自美国，但始终也是苗族，也会说我们的苗语，对吧？美国的苗族、中国的苗族、国际的苗族都是一个苗族，都是一个同一民族，对吗？对，我们都是地球村上的苗族。对，感谢文博和李林呢，来年还希望你们再次来到我们的花束节现场，参加我们的花束节活动，好吗？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感谢两位。
在的要在，你是永在，你是永在。哎罗西拉，罗西拉，刚刚刚朝你睡，刚朝你睡，刚刚朝你好，刚朝你好，一切有善，一切有善，要在干涉我的给都叫上你。是舞蹈苗家美，请欣赏。人家，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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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动着小伙子吹木叶去了，又落下一阵雷，姑娘似飘来的彩霞，姑娘似飘来的彩霞，姑娘似飘来的彩霞。走的路
就能到的那个的学龄中天呢，我就到那个生活队啊，从前了走了，透过北京梦子出来了可多，总之给那个人生都走路行车时，哎呀，我不从学看到我不啊，整到到到那种给了水中的那天，整到宝贝一种梦完全的。俺子母呢，不要我一整到梦杯那边，双到的梅花。是是是，阿哥，我真的准备烦你死了。很搞笑，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刚才在台上的时候，我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想跟河北黄女士交流，然后她听不懂，她直接就说：“你跟我说苗语吧。”然后苗语交流得上。那么，河北黄女士很难的来我们贵州一趟，然后我们的河北黄女士在老挝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苗族歌手，就是来呢也带着有自己很多的各种专辑。那么在场的朋友有想听我们侯美华女士更多好听的歌曲呢，一定要来找我们的侯美华女士，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像我也可以。那么侯美华女士肯定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曲，是吗？再唱一首什么歌？他也不懂，他不懂海耶，喵耶。海龙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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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牛的，海底羊吗？我这的海龙猫可爱了，刚才的没有画的。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哎，阿哥，没得。在阿长，哎。这还没谈呢，没画的哥，大同的。哦。
图啊。
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新年好。他是从，也是和刚才王杰带来的那我们那个大姐一样，也是从外国老挝过来的苗族同胞。然后，我想问他，就是你来，阿布大哥啊，你来这里，你觉得自己开不开心？觉得这里怎么样？我觉得来中国，或者我们苗族同胞在这里，我都感觉很自豪，因为，大姐或者每个人都很好，都很，所以我想说一声，谢谢你们。那么就用你的苗语来祝大家新年快乐，怎么说呢？我们苗语说是苗荣雄切，苗荣雄猜。好的，下面请大家欣赏杨阿波先生带来的歌曲《我不会说汉语》。我见你，你见我，我看你，你看我。我不知道说话，不知白露说。我不知道说，但是我爱你。雨墨早红的稻包高。都在打高我都孤先知过打其他招牌其他的雨墨早红跌到不起若高我在你中路三道高头走几十路高不我越不过个头把腰动高几股血长高路里面我不写日出到高我不能写只有我只写的高不离要我早梦到度我报告不用我其他的高了我要遇到早梦
眉双眼泪汪汪，泪汪汪，泪汪
I'm not afraid to die.
天旋地黄，宇宙平乱，连无九黎，子民不安，悲无三苗，若命多舛，滔天黄河，山国无边。吾主蚩尤，着陆往矣。从此西去，凌东遥祭。今吾将央，祭告后者，生灵万物，天地同祭。鸟儿无树桩，苗家无地方，从此别离去，何时归故乡？不管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走下去，走下去就有希望。明天的太阳和月亮一样会从东方升起，不论白天黑夜，都会照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
及各领导人士及各地人士来参加我们的花束节活动。下面请我们的领导来跟我们的演员一起合影留念。